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云飞。我们已经知道了小米14它拍照和小米14 Ultra 的一个对比。我们都知道小米14它很强，但当我掏出小米10 Pro 加谷歌相机，我是说假如我开启15张堆叠，不知道阁下又当如何应对。那我们今天就来一探究竟，来看看它加上谷歌相机和现在的小米14它对比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我们走着。首先我应该要介绍一下各自的模式。小米14是拍照档位，自动 HDR 关闭 AI 相机，使用徕卡经典。小米10 Pro 使用谷歌相机的徕卡柔和模式。那么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它们的表现，咱们先一起看一看几张样片的对比，然后我们再来得出它们的氛围感和精细度的一个结论。从室外的样片看，我们可以发现其实10 Pro 的谷歌相机它也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虽然在第一张上面它这个色温色调有一点问题，但是在其他的上面其实和小米14的徕卡经典区别不算太大，而且细节上面的表现可以说是比小米14更好上一筹的，因为它是使用多帧堆叠而成的嘛。而小米14它有着目前旗舰小米手机的一个特点，就是即拍即得，就是非常快的成像速度，这也造就了它随手拍的一个特性。然而质量的话，它是比不过谷歌相机这种多帧堆叠的，特别是还用在小米10 Pro 它这个还算不错的影像硬件上面。当然这里小米10 Pro 的情况我想应该也和大家说一下，我这个小米10 Pro 也是用了非常久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摄像头模组的磨损，还有这个划痕啊，甚至是这个后盖的破裂，这应该是目前在使用小米10 Pro 大部分用户的一个情况，当然可能会比我的这个情况好很多啊，但也差不多。但我也给他刷了目前最新的 HyperOS。 哎，那我们继续。后面我们可以逐渐的发现小米14和谷歌相机的一个差别。谷歌相机虽然它可以尽量最大化的提升你的画质，但是对于一些需要控制色温色调的在有一些场景它是不太适用的啊，就是它并不能很好的还原出来。就这张照片而言，肉眼肯定是更接近于小米14拍摄的这个氛围感。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室内来一探究竟，看看室内的表现怎么样呢。真的很让人意外啊，图书馆这个场景它其实还原的非常不错啊，虽然没有14它这种比较强烈的午后阳光夕阳的这种感觉，但是它这个暖色调也是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好看啊。而另一边这个绿色的沙发也是同理，反而如果你不在现场的话，你会觉得谷歌相机拍摄出来的好像还更有味道一点，但其实还是14它这个还原会好一点啊。而里面那个我往后退一退，我又拍摄了一张更全的，这个其实4它是接近于现实感觉的，但小米10 Pro 的谷歌相机它拍摄出来的这个氛围感会更足，虽然它真的和实际有比较大的差别了，现在啊就是它没有这么绿，但也没有那么暖，14是比较好的还原了现场的感觉。当然目前来说这些都是主摄和 2.1 倍的一些照片，然后我们可以来再对比一下他们的 3.2 倍和 3.8 倍，这个时候10 Pro 的这个劣势就大大的凸显出来了啊。你们可以看这张灯的一个感觉，14它的颜色非常透，非常的清澈啊，而10 Pro 它因为镜头素质的一个原因，它这个紫边就有点太多了，我现在是有点接受不了了。但在大部分情况下小米10 Pro 的 3.8 倍它是表现也是良好的，但小米10 Pro 的 3.8 倍它在谷歌相机下它是会有一点点偏洋红的那个感觉啊，就是说它的色调会偏洋红那一边。
但不得不说小米10 Pro 这个主摄还有谷歌相机整一个氛围感的展现真的非常不错。虽然这个依然是小米14还原比较好，但是小米10 Pro 谷歌相机的这个氛围感确实非常可以啊。我后面这个书就有点假了啊。然后 2.1 倍它也是同样会有一点这种偏洋红的感觉，还是小米14这个颜色会正一些，但这个也要看场景。在这个场景下它这个真的是和小米14的这个主摄裁切没有什么区别了啊，非常的棒。然后这就是有点翻车的情况了啊，它当时真的不是这个感觉啊，真的就是小米14的这个感觉，可能比小米14会更暖一点点，但是谷歌相机是直接给它整成了这种暖色里面偏绿的那种感觉，而且在手机上面看它这个光感非常不好啊，但在电脑上面看觉得也还行。这个是外面的这个夕阳，不得不说这个感觉是真的很像小米14的，谷歌相机是有点东西的。经过我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小米10 Pro 它这个照片拍摄的其实也还蛮不错的，在一些场景里面它能表现出非常不错的这个氛围感，它可以还原出来当时的一个感受，而且它画面的质量因为是15帧堆叠的嘛，会比小米14的直接拍出来的要好，但它也有缺点嘛，堆叠它的速度很慢，小米14是所见即所得，你差不多就按下去你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画面。然后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画面它是非常 OK 的对吧，但有一些场景它是有着明显色温色调的问题，它并不能还原出来当时的一个物体的一个颜色，而且明亮度就是明暗上面它有的时候识别也会出问题。如果你现在还在使用小米10 Pro， 我觉得你还是可以使用谷歌相机继续盯一盯，当然如果你有计划换购一台小米14之类的东西啊，它的提升也还是蛮大的。那我们继续来到夜景方面，其实谷歌相机就是有点吊打的意思了啊，因为谷歌相机它是多帧合成，这在夜景里面就显得相当有优势，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小米4它是不会跳自动夜景的，这个因为进光量还是足够大的嘛，但是它这个画面质量它是会通过 TISO 来保证咱们按下快门就可以马上得到照片，所以它这个质量会差一点，特别是这张河边的灯塔这种感觉，10 Pro 的谷歌相机它是花了比较久的时间它才能算出来，而14的话它是即拍即得，但是当然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它这个画面质量的一个区别还是非常大的。然后就是这个夜景里面这个车子我就简单拍摄了一张，它画面质量肯定是谷歌相机会好一点。而来到了夜晚的室内，这个时候谷歌相机也有着比较大的优势，特别是我的小米14它还是徕卡经典，这个时候谷歌相机它就能比较优秀的展现出来当时的一个氛围感，而小米14因为是经典嘛，所以它这个颜色它会偏低饱和一点，所以显得氛围感不是那么足，但是当我们把徕卡经典换成徕卡生动，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小米14在氛围感上面的一个展现。所以大家在拍摄实物啊，在拍摄一些比较明显具有氛围感的东西的时候，大家可以尝试切换徕卡生动，这个时候你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展现。你喜欢哪一种风格呢？大家觉得本次的对比怎么样？小米10 Pro 还能不能盯得住呢？我是你们云飞，那我们下一视频再见。